是的，没有错，非常感谢大家。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呢，就在12月5号，我们要一起来创造纪录，让你们热情的尖叫声来欢迎五月天，就是要破纪录，55,555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这样子。那所以这次知道大家真的是好像很拼命的样子，然后再支持五月天，那让我们觉得真的非常开心，也感到很感动这样子。那真的是要谢谢大家，然后12月5号演唱会的时候呢，一定会带给大家一个最棒的摇滚的夜晚。是的，那我刚刚呢，其实刚在现场稍微调查一下。今天呢也是排除万难嘛，因为其实最近也是在准备当中，但是来到这边本来是要来催票的，听说催票不用催了，因为卖得太好，所以变成谢票。那我刚刚才调查一下而已哦，现场呢就有很多分别来自，比如有台中的朋友哦，有桃园、台北，还有日本，还有南京，各地的朋友都来到这里。那在我们，我也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在我们这次我刚刚提到第一波47,500这个票里面呢，光是在这个中北部呢就有19,000，海外的朋友也估计呢大概也有7,000，那南部的朋友的话呢，好是领先的，但21,000。可是事实上，大家如果再算一下的话呢，光是从外地来到高雄的朋友的话，就占了一半。所以呢，来到这里不可能只有看演唱会嘛，比如说要住啊，有交通等等的哦。所以呢，五月天你们真的太厉害了，带来的观光效益呢，目前出估啊是1.5亿，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而且呢，我觉得真的很开心的是，其实五月天对于这个高雄的观光呢，也是不遗余力的。所以呢，我们今天高雄市政府的观光局呢，林坤山局长也来到现场，特别呢要来赠送给五月天，这是全台目前唯一的水晶鸭子船。那当然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什么是水晶鸭子船呢？水晶鸭子船。哦，现在看到是水晶鸭子船，可是之后我们大家只要来到高雄哦，不只是我们高雄的市民朋友哦，只要来到高雄，包括五月天来到高雄，我们预计的话是12月的时候呢，高雄市政府呢观光局会推出真正的水陆两用的鸭子船。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观光局局长，局长好。谢谢局长，感谢局长，谢谢。哇，谢局长，谢来。我们先搬那个水晶鸭子船。目前这个的话呢，全台唯一船的模型啊，这一条船我们上个礼拜才进港，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鸭子船，所以这一次啊，市政府感谢我们五月天啊，愿意来高雄这个帮忙的观光，所以特别啊来送这一只鸭子船给五月天啊，哇，也是第一次啊。我想这鸭子船，真正鸭子船是我们在12月开始在我们海陆两用的，是，所以鸭子船是海上陆上都可以的，可以使用的，好期待哦。对对、啊，这是台湾第一艘啊，所以我想我们高雄市发展观光也需要啊有些多样的产品啊，那刚好特别感谢五月天12月5号也到高雄啊，创造1.5亿的观光商机啊，啊，市政非常感谢他，所以特别今天把啊这个唯一的、啊、我们最好的啊送给五月天，表示当是一个诚意，谢谢，谢谢，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团长接受代表水晶鸭子船，局长来跟我们一起合照吗？现场的媒体朋友来往前一点，往前一点，我们一起呢来合照一下。好，那当然呢，刚刚呢局长提到的这个鸭子船的话，水陆两用的鸭子船哦，在12月份的时候，跟随着五月天的演唱会呢，也正式的在高雄启动。好，高雄启动，相信呢也是会带来另外一波的观光热潮。好，那当然这也是目前的全台唯一的。那今天的话呢，这个水晶鸭子船也是全台唯一的。当然呢，就是非常的感谢五月天这次在这个演唱会当中所为高雄观光呢带来的一个经济的效益。那我想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呢，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谢谢。